刚才我们所有的主演还有导演都来到舞台上的所有的主创人员，各位很快我们其实马上就要到达，马上就要进行我们开机仪式，各位赶快集中到舞台上方。喜欢这种不藏着掖着的剧组。来，我们靠左边一点，靠左边一点，这边还空了很多的位置啊，不要，我们听摄影师的安排，怎么样？好，看前方，三二一，家有仙妻，开机大吉。再来一张，家有仙妻，开机大吉。哎，这个姿势不错啊，我们一起来喊这个口号好不好？三二一，开机大吉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各位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最重要的环节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请各位主创人员移步到我们棚外面进行我们今天的开机仪式啊。我们也请现场的工作人员带领各位来到，更多的是汇集在这个比如说是户外，然后比如说横店什么车墩什么这类的地方啊，然后下外边下的挺大的，我就不过去了，因为我也没有雨伞，我就跟那儿吧。各位老师抓紧来，他们要拍全家福。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不属于厦门了，因为我昨天来的时候从那个厦门机场落地之后呢，他坐了一个多小时吧，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。近，具体是在哪个市？看不到是吧？我帮你们找一找，看看他进来了。啊，是不是全都掉头上了？卷发比较爱接。刘志阳，能看见啊，但是。一回头的功夫又找不着了。我以为是小范的照发吧。哦，跟外边呢，看见了。剧组的每一个主创都讨到一个能不挨交还是领不到红包的，讨个好彩头吧。不挨交是领不到红包的啊。产量人哈，领得多了就给别人分，你看看。他可能不知道这么多人哈，但是这么多人都看见他了，产量人鬼鬼。没事。好歹是敌的。我看见了，鬼鬼一个人手上拿了四个还是五个。看看我的身后，看看我的身后，我的身后。哎哎，
的身后也没什么内容啊，你就看看，看鬼鬼抢到红包的表情多可爱啊！看清了，一共是四个。谢谢谢谢导演。哎，来，给化妆助理啊，给化妆助理什么？这是什么备嫁妆的还是干什么的？来，开局大吉，开局大吉。看现在这天气啊，这两天想让提醒擦那个擦防晒的，其实可以放心了哈，没有太阳。行吧，他们收拾收拾。